A， 哇，一拉，单体给我 A 一下，再 A， 都敢吃，一拉，铁男单挑竞技场 ，A 一下，人觉得主播就是不强，觉得主播全操作，他跟主播碰一碰，一碰就碎，要不然底下的战机为什么是那么多副战机呢？对吧？你妈没完喽！OK， 我眼没放歪啊，放草里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我放个眼，我放草里，他都说我放歪了。你是啊？你是啊？啊？我说眼没在草里边吗？没在草里边吗？还没在草里，真放歪了。哎，真放歪了，对不起，主播道歉。万用宝匣开始组装。真放歪了，我进草丛一看，哎，真歪了，行，真歪了，怎么的？你看，我敢跟他打吗？我根本打不过。干嘛？嘘，那也是你能打的东西。不用生气了。一拉，铁男单挑竞技场。Q A， 开盾，对了。嗯，算了，放他一马回家了。不理解你在怕啥？哎妈呀！我玩过这么多把，你跟我说 你手游玩的英雄比我好，你上来，我在怕什么？哼，行，你玩端游的就别来老扯手游了，你过来看看手游前期很弱的，手游前期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强，玩玩就知道了，没玩过为什么在这口无遮拦呢？上来。与我战斗，你就知道为什么。他有风，有大招，他也有护盾，我凭什么能打死他？有没有高手？告诉告诉这些人啊！我空长了一张嘴，他有盾，有大招，我凭什么能跟他打呢？铁男前期数值本来就不高，在这跟他们一说像是无敌了一样，还钻石仔，昨天各种什么王者至尊王者都被我乱杀，搁这整成钻石仔，好好好，哼，不行。亚索风墙是挡不了铁男的意的，董哥好多，没事没事，不用说，我说就行了。有没有？你懂，你上来打一打试试就知道了，不要老觉得无敌，好吧？找几个演员。兄弟们，有人说你们是演员，你们能不能认真一点？怎么知道的？又整成演员了，兄弟们，上来打我的这人，你们不喷他们啊？说我是演员，
你们能忍，我反正能忍，你们忍不忍得了我不知道。演员都来了，逆天吗？这把这个人好稳健啊，这个亚索。上单是看补刀吗？上单看战斗力，他不出来，我要控下线了。我靠，摁错了。OK， 控下线，控下线。差多少钱？差的也不多。飞了吧，飞了，回家冲那啥去了。差100多块，怎么办？他两件套了，我们把他打死，赚的这点钱吧。A。感谢小雪助力关注啊！怎么的？我带了骸骨，我怕你。哎，二级。一拉单体 Q A 一下，触发被动，来打到底来。再给你一个 Q， 我。铁男的被动是不吸引小兵仇恨的，兄弟们，所以我可以追着烫他，然后只要不打他就不吸引小兵仇恨。OK， 这个线就在这位置，无敌。治疗 ，nice。哎呀 ，EQ 二连。我这个线一控，究极舒服。等我四级之后，铁男就在迎来了强势期。一拉 A 一下 ，OK， 他死了。只要追着他 A 就可以了。他跑得好快啊！算了，不追了。哎呀，不追了，我的小兵多。不追了，追了太亏小兵了，不追了。我不想用闪，他也有闪，而且他逃跑能力太强了，不追了。我有一个想法，兄弟们，我有个想法，这个想法很坏，但是不必须要做。铁男单挑竞技场，没事，走了，回家回家。小兵好多，给他个大招。这也没漏两只兵，漏一只算一只。哎，靠，确实没漏几只兵。这不节目效果吗？带着海闪是吗？他为什么在那儿？你怕打野干克你吗？你把那里放眼。你小子是真损呢。哎，整个老海闪还挺烦人。他这海闪正好追不上。
单体 Q A 一下触发被动，往后拉一下。怎么单挑架好久就可以单挑了？一拉 A 一下单体 Q， 我要Q 一下 A， 又在这整着海闪的烦人，我要跟他打一下，要不要跟他打一下？来塔下，A 一下，他不出塔我没法控地形，但是这个血量的话我可以召唤沙蟹把他推到塔，这个血量控的差不多了，这波推到塔他正好回家了，咳咳，非常完美，时间掌控，这波我推到塔他是正好回家的一个时间点，这波包能吃三层塔皮，一拉关大招 OK， 我的沙蟹在为我推塔，我的沙蟹在背后推塔 OK， 沙蟹死了，我都可以让他一个大招的，他现在丝毫不敢跟我们对线对抗 A 了一下，他一套技能都不一定打得破我的铁皮儿，就这个铁皮儿来开一套技能都不一定打破的破铁皮，啊？啥意思？开大招请兵？我焦雷，他 W 闪去，就不让我吃果子，还给我挂个点燃。行，不装了，清完这波线我回家，出完装备我看你怎么打。A 一下，你敢摸我的塔吗？我敢在塔下消耗你，你敢吗？这老灯还闪是真的烦人啊。刮痧是有点刮的，很烦，很烦，太灵活了，好难杀。哎，回家了，那我要吃两层。我的河蟹怎么先被打了？我现在已经压了1000块了，兄弟们，已经等于单杀他3次了。找我呢？找不着。攒了3500，攒了一个英雄了。这波出来他基本就活不了了。你敢摸我的塔皮？只有我摸你的塔皮。哎，他出了新装备，只有我摸你的塔皮，不许你摸我的塔皮。我这人非常公道。出新装备过来跟我打呀。锁地形，我靠，没锁住。这没锁到地形。大残。靠，变小了。哦，险胜，险胜！我变小了，跑的速度增加，他跑不动的，哎，伤害没法比，坦度还是可以的。我上来直接吃我单体 Q， 欧耶！我不能亏，我必须最后一下强化普攻打出去。他是越过我的小兵过来打我，所以他是不敢打到最后的，知道吗？
他是越了兵线过来打的我。好吧，我把兵线控到这里。记 A 一下，再一下。知道我为什么把这个兵线控到这里吗？不懂吗？主播的细节，你们能看得出来主播的细节吗？海克斯万用宝匣开始组装。有的人非得说主播没有细节，这都不都是细节吗？回家出护甲鞋。又演员，兄弟们又演员上了。这个人没跟我打的时候，他也是这么说的，知道吧？你控制一下吧，我回家出护甲鞋的。哼，拜拜。看得出来主播很喜欢装，有实力就是可以装，强者就是要欺负弱者，知道吗？强者就是要欺负弱者。武器一杠零，昨天那武器确实给我打懵了，确实不好打。变小了，变小了，吓坏了。我的眼就放在这儿了，有本事来拆。热乎乎的30块，就放在这儿。楚河汉界，兄弟们，我这个真眼就是楚河汉界，河道变位置了，一拉，铁男单挑竞技场开盾，下一位，我怕打野来抓我，我的眼放在河道了，他以为他很聪明，但其实我很笨。这里边其实有眼的吗？他一直没 A 我，但这里边其实是有眼的。这个老六，没事，我兵没得了。一拉，极限位置没拉到。万用宝匣开始组装。嗯，好烦。一拉单击 Q A 一下，快点燃，再 A 再 A。 小傻瓜，这一波路线给机会了。可以一闪，不能一闪，只能 Q 闪。这局不算，哪不算呢？你敢吃那个？你真敢吃啊？铁男单挑竞技场，哎呦靠，哎呦还有闪现，哎不太对，一拉单体 Q A 一下，再 A 在赛场，他意识到他比我猛，行，那我往后走。他好像意识到了我打不过他前期，那么我就往后退一退。我往前走吓了他一下，他感觉哎，我凭什么怕你，行，那我往后走，你这样我可升级了。他不会给我打到底的，这个盾可以提前开。
他好像意识到了他比我强，我前期还是很弱的。OK， 顿吃了一下 Q 就可以了。主播播到几点？主播播三小时差不多吧。拉过来 A 一下，往后走，往前走，往后走。什么都吃，什么你都吃。来欧印，真男人没有撤退可言，直接挂点人 A 盖伦真欧印啊。好，我姑且承认你为真男人，但是呢，以逞一时之快，逞一时之快有用没用？死为何物？啥你都想要？哎，拍我眼，只许我拍你的眼，不许你拍我的眼。就是这么公平。回家自动寻路，我每天也在进步，你们没发现？就是常来的兄弟们，你们没发现吗？我每天都在变强，一天比他一天强。海克斯就是海克斯。哎，你能打破我的盾吗？你的一套伤害啥你都敢拿，一拉铁男单挑竞技场 Q 一下 A 一下 Q 挂点燃开盾 OK，一拉单体 QQ 闪单体 Q， 你以为晃来晃去我在跟你玩吗？不是，这个武器好像有点呆呆萌呆萌的。一拉 A 一下往后走，这个武器好像有点呆哦。我海克斯万用宝匣开始组装，奥印我都不用开。哎呀我靠，没事，让你一个闪现。这个武器好像不太会有。铁男什么时候出来？铁男八月二十多号啊，二十几号不知道，幽默。这铁男不会玩，我第一眼第一波线我就看出来了，正常会玩的武器第一波线要跟我打的，知道吧？会玩的武器大师第一波线会跟铁男打的。我一眼就知道他没有昨天的武器强。主播你能再挑战一次？可以啊，你点个关注我就让你再挑战一次。不是啥都敢吃，一拉铁男单挑竞技场 A 一下，再 A 再 A 再 A。 好，升级了，升级了，我还没开盾，无敌捏盾，不升级打死了。拉
往后走。AQ， 那你死了，你敢跳上来？我WQ 的没法。